大波涅盘经卷第五，北凉天竺三藏谭无谶奉诏译，如来性品第四之二。尔时迦摄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诸佛世尊有秘密藏，是亦不然，何以故？诸佛世尊唯有密语，无有密藏。譬如幻主机关木人，人虽睹见屈身俯仰，莫知其内而始之然，佛法不耳，咸令众生悉得之见。云何当言诸佛世尊有秘密藏？佛赞迦摄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如来实无秘密之藏，何以故？如秋满月，出空显露，清净无异，人皆睹见，如来之言亦复如是，开发显露，清净无异，于人不解谓之秘藏，智者了达则不明藏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多积金银至无量亿，其心牵令不肯会施，整济贫穷，如是积聚乃名秘藏。如来不尔，于无边劫积聚无量妙法珍宝，心无牵令，常以会施一切众生，云何当言如来秘藏？善男子，譬如有人身根不具，或无一目一手一足，以羞耻故不令人见，人不见故名为秘藏。如来不尔，所有正法具足无缺，令人睹见，云何当言如来秘藏？善男子，譬如贫人多富人财，不为债主隐不欲显，故名为藏。如来不尔，不复一切众生是法，虽复众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，何以故？恒于众生生一子想，而未演说无上法故。善男子，譬如长者多有财宝，唯有一子心甚爱重，情无舍离，所有珍宝悉用视之，如来一耳，视诸众生同于一子。善男子，如世间人以男女根丑陋比恶，以衣服蔽故，名为藏。如来不尔，永断此根，以无根故无所复藏。善男子，如婆罗门所有语论，终不欲令刹利毗舍首陀等闻，何以故？以此论中有过恶故，如来正法则不如是，初中后善，是故不得明知秘藏。善男子，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心常意念，怜悯无疑，将一师所欲令受学，俱不速成寻遍江环，以爱念故，昼夜殷勤教其半字，而不教诲毗伽罗论，何以故？以其幼稚力未堪故。善男子，假使长者教半字义，使儿即使能得了之，毗伽罗论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是长者于是子所有秘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以子年幼故不为说，不以密故令而不说，所以者何？若有嫉妒密令之心，乃名为藏。如来不尔，云何当言如来密藏？
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若有嗔心、嫉妒、牵令，乃名为藏。如来无有嗔心嫉妒，云何名藏？善男子，彼大长者为如来也，所言一子者为一切众生，如来是于一切众生犹如一子，教一子者为声闻弟子，伴字者为九部经，毗毗罗论者所谓方等大乘经典，以诸声闻无有慧力。是故如来为说伴字九部经典，而不为说毗毗罗论方等大乘。善男子，如彼长者子既长大，堪任读学，若不为说毗毗罗论，可名为藏。若诸声闻有堪任力，能受大乘毗毗罗论，如来密悉不为说者，可言如来有秘密藏，如来不耳。是故如来无有秘藏。如彼长者教伴字义，次为演说毗毗罗论。我今一耳为诸弟子说于伴字九部经义，次为演说毗毗罗论，所谓如来长存不变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下月兴大云雷，降注大雨，令诸农夫下种之者多获果实，不下种者无所克获，无所获者非龙王救，而此龙王亦无所藏。我今如来亦复如是，降大法语大涅盘经，若诸众生众善子者得慧雅果，无善子者则无所获，无所获者非如来救，然佛如来实无所藏。迦摄复言：我今定知如来世尊无所秘藏，如佛所说，毗毗罗论为佛如来长存不变，是亦不然，何以故？佛悉说记，诸佛与缘觉，即以弟子众，有舍无常身，何况诸凡夫？经者乃说长存无变，是亦云何？佛言：善男子，我为一切声闻弟子教伴字，故而说是偈。善男子，波斯匿王其母命中，悲嚎恋慕，不能自胜，来至我所，我即问言：大王，何以悲苦懊恼乃至于此？王言：世尊，国太夫人是日命中，假使有能令我母命还如本者，我当舍国、象、马、七珍，即以身命习以赏之。我父欲言：大王，且莫愁恼、忧悲、啼哭，一切众生受命见者，明知为死。诸佛、缘觉、声闻弟子尚舍此身，况复凡夫？善男子，我为波斯匿王教伴字故而说是偈。我今为诸声闻弟子说毗毗罗论，为如来长存，无有变异。若有人言如来无常，云何世人舍不堕落？迦摄复言：如佛所说，无所积聚，于时知足，如鸟飞空，既不可寻，是亦云何？世尊，于此众中，谁得名为无所积聚？谁复得名于时知足？谁行于空寂不可寻？而此去者
为智何方？佛言：迦摄，夫积聚者名曰财宝，善男子积聚有二种，一者有为，二者无为。有为积聚者即声闻行，无为积聚者即如来行。善男子，僧亦二种，有为无为。有为僧者名曰声闻，声闻僧者无有积聚。所谓奴婢，非法之物，库藏谷米、盐豉、胡麻、大小猪豆。若有说言如来听续奴婢仆使如是之物，舌则蜷缩。我诸所有声闻弟子，名无积聚，亦得名为愚识之足。若有贪食，不名知足，不贪食者，是名知足。既难寻者，则尽无上菩提之道。我说世人虽去无智。迦摄复言：若有为僧尚无积聚，况无为僧？无为僧者，即是如来。如来云何当有积聚？夫积聚者名为藏匿，是故如来凡有所说，无所吝惜，云何名藏？既不可寻者，所谓涅槃。涅槃之中，无有日月星辰诸宿、寒热风雨、生老病死、二十无有、离诸忧苦及诸烦恼，如是涅槃。如来住处常不变异，以是因缘，如来至时娑罗树间，于大涅槃而波涅槃。佛告迦摄：所言大者，其性广博，犹如有人寿命无量，名大丈夫。世人若能安住正法，名人终胜。如我所说八大人觉，为一人有，为多人有，若一人具八，则为最胜。所言涅槃者，无诸疮疣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为毒箭所射，多受苦痛，执欲良医，未拔毒箭，复以妙药，令其离苦得受安乐。是医即便由于诚意及诸聚落，虽有患苦疮疣之处，即往其所为疗众苦。善男子，如来一耳，诚等正觉，为大医王。见阎浮提苦恼众生，无量劫中被淫怒痴烦恼毒箭受大苦切，为如是等说大乘经甘露法要，疗治此已，复至他方有诸烦恼毒箭之处，示现作佛为其疗治，是故名曰大波涅槃。大波涅槃者，名解脱处，虽有调伏众生之处，如来于中而作示现，以是真实甚深义故，名大涅槃。迦摄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世间医师悉能疗治一切众生疮疣病否？善男子，世间疮疣凡有二种，一者可治，二不可治。凡可治者，一则能治，不可治者，则不能治。迦摄复言：如佛言者，如来则位于阎浮提治众生矣。若言治矣，是诸众生其中云何复有未能得涅槃者？若未悉得，云何如来说言至尽，欲治他方？善男子，
阎浮提内众生有二，一者有信，二者无信。有信之人则明可治，何以故？定得涅槃无疮疣故。是故我说至阎浮提诸众生矣，无信之人名亦产提，亦产提者名不可治，除亦产提于悉治矣。是故涅槃名无疮疣。世尊，何等名涅槃？善男子，夫涅槃者名为解脱。迦摄复言，所言解脱，唯是色也，唯非色乎？佛言，善男子，或有是色，或非是色。言非色者，即是声闻，缘觉解脱。言是色者，即是诸佛如来解脱。善男子，是故解脱亦色非色，如来为诸声闻弟子说为非色。世尊，声闻缘觉若非色者，云何得住？善男子，如非想非非想天即色非色，我亦说为非色。若人难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，云何得住？去来尽止，如是之意。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，皆脱一耳，一色非色，说为非色；一想非想，说为非想。如是之意，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。尔时迦摄菩萨复白佛言，世尊，唯愿哀悯，重垂广说大涅槃行解脱之意。佛赞迦摄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真解脱者名曰远离一切系缚。若真解脱离诸系缚，则无有生，亦无和合。譬如父母和合生子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是故解脱名曰不生。迦摄，譬如醍醐，其性清净如来一耳，非因父母和合而生，其性清净，所以视现有父母者，为欲化度诸众生故。真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如来解脱无二无别。譬如春月下诸种子得暖气意，寻遍出生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又解脱者名曰虚无，虚无即是解脱，解脱即是如来，如来即是虚无。非作所作，凡是作者犹如城郭楼观阙笛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。是故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即无为法，譬如陶师坐椅环破，解脱不尔，真解脱者不生不灭。是故解脱即是如来，如来一耳，不生不灭，不老不死，不破不坏，非有为法。以是义故名曰如来。入大涅槃，不老不死有何等义？老者名为千变，发白面咒，死者身坏命中，如是等法，解脱终无，已无世事，故名解脱。如来亦无发白面咒有为之法，是故如来无有老也，无有老故，则无有死。又解脱者名曰无病，所谓病者，四白四病及于外来侵损身者，
是处无故，故名解脱。无疾病者，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如来无病，是故法身亦无有病。如是无病，即是如来。死者名曰身坏命终，是处无死，即是甘露。是甘露者，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如来成就如是功德，云何当言如来无常？若言无常，无有是处，是金刚身，云何无常？是故如来不明命中，如来清净，无有垢秽，如来之身非胎所污，如分陀利本性清净，如来解脱亦复如是。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是故如来清净无垢。又解脱者，诸漏疮疣永无遗余，如来一耳，无有一切诸漏疮疣。又解脱者，无有斗争，譬如饥人见他饮食，生贪夺想，解脱不耳。又解脱者，名曰安静。凡夫人言，夫安静者，为摩西首罗如是之言，即是虚妄。真安静者，毕竟解脱，毕竟解脱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安稳。如多贼处，不名安稳，轻移之处，乃名安稳。是解脱中无有不畏，故名安稳。是故安稳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如来者，即是法也。又解脱者，无有等侣，有等侣者，如有国王、有邻国等，夫解脱者，则无如是。无等侣者，为转轮圣王，无有能与作其等者。解脱一耳，无有等侣。无等侣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转法轮王。是故如来无有等侣，有等侣者，无有是处。又解脱者，名无忧愁。有忧愁者，譬如国王畏难强邻而生忧愁，夫解脱者，则无是事。譬如坏愿，则无忧虑。解脱一耳，是无忧畏。无忧畏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无忧喜。譬如女人，只有意字，从意愿行，促得询问，闻之愁苦，后复闻活便生欢喜。夫解脱中无如是事。无忧喜者，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无有尘垢，譬如春月，日没之后，风起尘雾，夫解脱中无如是事。无尘雾者，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譬如圣王记中明珠，无有垢秽，夫解脱性亦复如是，无有垢秽。无垢秽者，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如真金性，不杂沙石，乃名珍宝，有人得之，生于财想。夫解脱性亦复如是，如彼珍宝。彼珍宝者，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譬如瓦瓶破而生丝，金刚宝瓶则不如是。
福解脱者亦无私破，金刚宝瓶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是故如来身不可坏，其生思者如弼马子，盛热之时置之日曝，出生震爆，福解脱者无如是事，如彼金刚珍宝之瓶，无私破生，假使无量百千之人悉共摄之，无能坏者，无私破生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如贫穷人负他物故，为他所系，枷锁策罚，受诸苦毒，福解脱中无如是事，无有负债，犹如长者多有财宝，无量艺术，势力自在，不负他物。福解脱者亦复如是，多有无量法财珍宝，势力自在，无所负也。无所负者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无逼切，如春摄热，夏日食甜，冬日处冷，真解脱中无有如是不是意识。无逼切者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逼切者，譬如有人饱食鱼肉而复饮乳，是人则为尽死不久，真解脱中无如是事。是人若得甘露良药所患得除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。甘露良药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云何逼切？不逼切也。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，一切众中谁能害我，即便挟持蛇虎毒虫，当知是人不尽寿命则无横死。真解脱中无如是事。不逼切者如转轮王所有神珠，能服枪狼96种诸毒虫等，若有闻是神珠香者，诸毒消灭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。皆悉远离二十无有，毒消灭者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不逼切者譬如虚空，皆脱一耳，彼虚空者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逼切者如浸甘草燃诸灯火，浸则炽燃，真解脱中无如是事。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众生，皆脱一耳，于诸众生无有逼切，无有逼切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不动法，欲如愿亲，真解脱中无如是事。又不动者如转轮王，更无圣王以为亲友，若更有亲则无是处，皆脱一耳，更无有亲，若有亲者亦无是处。彼王无亲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如来者即是法也。又无动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，解脱不尔。又无动者如婆湿花，欲令有臭及青色者无有是处，皆脱一耳，欲令有臭及诸色者亦无是处。是故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为稀有，譬如水中生于莲花非为稀有，火中生者是乃稀有，
有人见之便生欢喜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，其有见者心生欢喜，彼悉有者欲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其如来者即是法身，又悉有者譬如婴儿，其齿未生，渐渐长大，然后乃生，解脱不尔，无有生与不生。又解脱者名曰虚寂，无有不定，夫不定者如意铲提，究竟不移，反众见者不成佛道，无有是处，何以故？世人若于佛正法中心得净心，尔时即便灭意铲提，若复得作优婆塞者，亦得断灭于意铲提，犯众见者灭此罪矣，则得成佛。是故若言毕竟不疑不成佛道，无有是处，真解脱中都无如是灭尽之事。又虚寂者堕于法界，如法界性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一禅提若尽灭者，则不得称一禅提也，何等名为一禅提也？一禅提者，断灭一切诸善根本，心不攀缘一切善法，乃至不生一念之善，真解脱中都无是事，无是事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不可量，譬如古句，其量可知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，譬如大海不可夺量，解脱一耳不可夺量，不可量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无量法，如一众生多有业报，解脱一耳有无量报，无量报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为广大，譬如大海无语等者，解脱一耳无能语等，无语等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最上，譬如虚空最高无比，解脱一耳最高无比，高无比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无能过，譬如狮子所住之处，一切百兽无能过者，解脱一耳无有能过，无能过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为无上，譬如北方诸方中上，解脱一耳为无有上，无有上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无上上，譬如北方之于东方为无上上，解脱一耳无有上上，无上上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恒法，譬如人天身坏命中，是名曰恒，非不恒也，解脱一耳非是不恒，非不恒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坚实，如屈陀罗旃檀沉水，其性坚实，解脱一耳，其性坚实，性坚实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
有解脱者，名曰不虚，譬如竹苇，其体空虚，解脱不耳，当知解脱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不可污，譬如墙壁未被涂脂，文蒙在上止住游戏，若以涂脂彩画雕饰，重文彩香，即便不住，如是不住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曰无边，譬如聚落皆有边表，解脱不耳，譬如虚空无有边际，解脱一耳，无有边际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不可见，譬如空中鸟迹难见，如是难见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曰甚深，何以故？声闻缘觉所不能入，不能入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甚深者，诸佛菩萨之所恭敬，譬如孝子供养父母，功德甚深，功德甚深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不可见，譬如有人不见自顶，解脱一耳，声闻缘觉所不能见，不能见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无污宅，譬如虚空无有污宅，解脱一耳，言污宅者与二十无有，无有污宅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不可取，如阿摩勒果仍可取持，解脱不耳，不可取持，不可取持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不可执，譬如幻物不可执持，解脱一耳，不可执持，不可执持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无有身体，譬如有人体生疮癞及诸痈疽，癫狂刚枯，真解脱中无如是病，无如是病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为一位，如汝一位，解脱一耳，唯有一位，如是一位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清净，如水无泥，澄净清净，解脱一耳，澄净清净，澄净清净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一位，如空中语，一位清净，一位清净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除却，譬如满月，无诸缘意，解脱一耳，无诸缘意，无诸缘意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寂静，譬如有人热病除愈，身得寂静，解脱一耳，身得寂静，身得寂静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即是平等，譬如野田毒蛇鼠狼具有杀心，解脱不耳，无有杀心，
无杀心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平等者，譬如父母等心于子，皆脱一耳，其心平等。心平等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无异处，譬如有人为居上庙清净屋宅，更无异处，解脱一耳，无有异处。无异处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知足，譬如饥人执欲甘转，食之无厌，解脱不耳，如食乳糜，更无所需。更无所需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断绝，如人被缚，断缚得脱，解脱一耳，断绝一切疑心结缚，如是断疑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明道彼岸，譬如大河有此彼岸，解脱不耳，虽无此岸而有彼岸，有彼岸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默然，譬如大海其水泛涨，多诸音声，解脱不耳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美妙，譬如众药杂喝离乐，其味则苦，解脱不耳，味如甘露，味如甘露与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除诸烦恼，譬如良医和合诸药，善疗重病，解脱一耳，能除烦恼，除烦恼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无则，譬如小舍不容多人，解脱不耳，多所容受，多所容受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明灭诸爱，不杂淫欲，譬如女人多诸爱欲，解脱不耳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如来如是无有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骄慢等结。又解脱者名曰无爱，爱有二种，一者恶鬼爱，二者法爱。真解脱者离恶鬼爱，怜悯众生故有法爱，如是法爱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离我我所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法也。又解脱者即是灭尽，离诸有贪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法也。又解脱者即是救护，能救一切诸部位者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法也。又解脱者即是归处，若有归依，如是解脱，不求于一。譬如有人依事于王，不求于一，虽复依王则有动转，依解脱者无有动转，无动转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法也。又解脱者名为屋宅，
譬如有人行于旷野，则有险难，解脱不尔，无有险难，无险难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是无所谓，如狮子王于诸百兽不生不畏，解脱一耳，于诸魔众不生不畏，无不畏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无有则暇，譬如爱路，乃至不受二人并行，解脱不尔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有不则，譬如有人为虎堕井，解脱不尔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有不则，如大海中舍坏小船得监牢船，乘之渡海到安稳处，心得快乐，解脱一耳，心得快乐，得快乐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拔诸因缘，譬如因汝得酪，因酪得酥，因酥得醍醐，真解脱中都无是因，无是因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能服骄慢，譬如大王慢于小王，解脱不尔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法也。又解脱者服诸放逸，为放逸者多有贪欲，真解脱中无有是名，无是名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能除无明，如上妙苏，除诸子慧，乃名醍醐，解脱一耳，除无明子，生于真明，如是真明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为寂静，纯一无二，如空也相，独一无虑，解脱一耳，独一无二，独一无二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为坚实，如竹苇蓖麻茎干空虚而子坚实，除佛如来，其余人天皆不坚实。真解脱者远离一切诸有流等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能绝了增益于我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舍诸有，譬如有人食已而吐，解脱一耳，舍于诸有，舍诸有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决定，如婆施花香七叶中无，解脱一耳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水大，譬如水大于诸大圣能润一切草木种子，解脱一耳，能润一切有生之类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为入，如有门户则通入路，今性之处今则可得，解脱一耳，如彼门户修无我者则得入中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名曰为善，譬如弟子随主于师，善奉教敕，得
得名为善，解脱一耳，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出世法，于一切法最为出过，如众位中酥乳最盛，解脱一耳，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不动，譬如门捆，风不能动，真解脱者亦复如是，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无滔波，如彼大海，其水滔波，解脱不耳，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譬如宫殿，解脱一耳，当知解脱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所用，如阎浮檀金，多有所认，无有能说是经过恶，解脱一耳，无有过恶，无有过恶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舍婴儿行，譬如大人舍小儿行，解脱一耳，除舍五阴，除舍五阴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曰究竟，如被戏者从戏得脱，洗浴清净，然后还家，解脱一耳，毕竟清净，毕竟清净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无作乐，无作乐者，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吐故。欲如有人误饮蛇毒，为除毒故，即服吐药，既得吐矣，毒即除欲，身得安乐，解脱一耳，吐于烦恼诸劫复毒，身得安乐，名无作乐。无作乐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断四种毒蛇烦恼，断烦恼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离诸有，灭一切苦，得一切乐，永断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拔断一切烦恼根本。拔根本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明断一切有为之法，出生一切无漏善法，断色诸道，所谓若我无我，非我非无我，唯断取着，不断我见。我见者，名为佛性，佛性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不空空，空空者，名无所有，无所有者，即是外道泥见子等所计解脱，而是泥见实无解脱，故名空空。真解脱者，则不如是，故不空空。不空空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又解脱者，名空不空，如水、酒、酪、酥、蜜瓶等，虽无水、酒、酪、酥、蜜食，由故得名为水等瓶，而是瓶等不可说空，即已不空。若言空者，则不得有色香味触，若言不空，而复无有水酒等时，解脱一耳，不可说色，即已非色，不可说空，即已不空。若言空者，则不得有常乐我净，若言不空，
谁受是常乐我净者，已是义故。不可说空，即已不空。空者，为无二十无有及诸烦恼，一切苦，一切相，一切有为行。如凭无漏，则名为空。不空者，为真实善色，常乐我净，不动不变。犹如彼瓶，色香味触，故名不空。是故解脱欲如彼瓶，彼瓶欲圆，则有破坏，解脱不尔，不可破坏。不可破坏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有解脱者，名曰离爱。譬如有人爱心希望是提缓因，大梵天王、自在天王解脱不尔，若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矣。无爱无疑，无爱无疑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若言解脱有爱疑者，无有是处。又解脱者，断诸有贪，断一切相，一切系缚，一切烦恼，一切生死，一切因缘，一切果报。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如来即是涅槃。一切众生不畏生死诸烦恼故，故受三归。譬如群鹿，不畏猎食，即得免离。若得一跳，则欲一归。如是三跳，则欲三归。以三跳故，得受安乐，众生一耳。不畏四魔，恶猎食故，受三归一。三归一故，则得安乐。受安乐者，即真解脱。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如来者，即是涅槃。涅槃者，即是无尽。无尽者，即是佛性。佛性者，即是决定。决定者，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迦摄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涅槃、佛性、决定、如来是一义者，云何说言有三归一？佛告迦摄：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不畏生死，故求三归。以三归故，则知佛性、决定、涅槃。善男子，有法名一义义，有法名一句义。名一义义者，佛常、法常、比丘僧常、涅槃、虚空皆义是常，是名名一义义。名义句义者，佛名为觉，法名不觉，僧名和合，涅槃名解脱，虚空名非善，一名无碍，是为名义句义。善男子，三归一者亦复如是。名义句义，云何为一？是故我告摩诃波舍波提：交檀迷莫供养我，当供养僧。若供养僧，则得具足供养三归。摩诃波舍波提即答我言：众僧之中，无佛无法，云何说言供养众僧，则得具足供养三归？我复告言：汝随我语，则供养佛，为解脱故，即供养法。众僧受者，则供养僧。善男子，是故三归不得为一。善男子，如来或时说一为三，说三为一，如是之意。诸佛境界非是声闻
缘觉所知，迦舍复言，如佛所说，毕竟安乐名涅槃者，是以云何？夫涅槃者，舍身舍智，若舍身智，谁当受乐？佛言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食蚁心闷，出外欲吐，即得吐蚁而复回还，同伴问之，汝今所患竟为疵否？而复来还，答言已疵，深得安乐。如来一耳，毕竟远离二十五有，永得涅槃安乐之处，不可动转，无有尽灭，断一切受，名无受乐。如是无受，名为常乐。若言如来有受乐者，无有是处。是故毕竟乐者即是涅槃，涅槃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。迦舍复言，不生不灭是解脱也。如是，如是。善男子，不生不灭即是解脱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迦舍复言，若不生不灭是解脱者，虚空之性亦无生灭，应是如来。如如来性即是解脱。佛告迦舍，善男子，世事不然。世尊，何故不然？善男子，如迦蓝伽鸟及命命鸟，其声清妙，宁可同于乌鹊音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乌鹊之声比命命鸟百千万倍，不可为比。迦舍复言，迦蓝伽等其声微妙，声意不同，如来云何比之乌鹊？无以停力比须弥山，佛与虚空亦复如是。迦蓝伽声可喻佛声，不可以喻乌鹊之音。尔时佛赞迦舍菩萨，善哉善哉，汝今善解甚深难解，如来有时以因缘故引彼虚空以欲解脱，如是解脱即是如来。真解脱者，一切人天无能为匹，而此虚空实非其欲，为化众生故，以虚空非欲为欲，当知解脱即是如来。如来之性即是解脱，解脱如来无二无别。善男子，非欲者，如无彼之物不可隐喻，有因缘故可得隐喻。如经中说，面貌端正，犹月盛满，白相仙洁，犹如雪山，满月不得即同于面，雪山不得即是白相。善男子，不可以欲欲真解脱，为化众生故作欲耳。以诸譬喻，指诸法性，皆亦如是。迦舍复言，云何如来作二种说？佛言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执持刀剑，以嗔恚心欲害如来，如来何悦无悔恨色？世人当得坏如来身成逆罪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如来身界不可坏故，所以者何？已无身具，唯有法性，法性之性理不可坏，世人云何能坏佛身？只以恶心故成无见，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。尔时佛赞迦舍菩萨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
我所欲说，如今已说，有善男子，譬如恶人欲害其母，住于野田，在谷自下，母未送食，其人见矣，寻声害心，便遣磨刀，母食之矣，逃入自中，其人持刀，绕自便啄，啄以欢喜，声以杀响，其母寻后从谷自出，还至家中，于意云何？世人成就无见罪否？世尊，不可定说，何以故？若说有罪，母身应坏；身若不坏，云何言有？若说无罪，声已杀响，心怀欢喜，云何言无？世人虽不具足逆罪，而亦是逆，以是因缘，因诸譬喻得之实法。佛赞迦舍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我说种种方便譬喻，以欲解脱，虽以无量阿僧祇喻，而实不可以喻为比。或有因缘，亦可譬说；或有因缘，不可欲说。是故，解脱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去涅槃者，涅槃如来亦有如是无量功德，以如是等无量功德成就满故，名大涅槃。迦舍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始知如来至处为无有尽，处若不尽，当知寿命亦应无尽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如今善能护持正法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欲断烦恼诸劫缚者，当作如是护持正法。大波涅盘经卷第六，北凉天竺三藏谭无谶奉诏译，如来性品第四之三。善男子，是大涅盘微妙经中有四种人，能护正法，建立正法，意念正法，能多利益怜悯世间，为世间一安乐人天，何等为四？有人出世具烦恼性，是名第一。须陀洹人、斯陀含人是名第二。阿那含人是名第三。阿罗汉人是名第四。是四种人出现于世，能多利益怜悯世间，为世间一安乐人天，云何？名为具烦恼性。若有人能奉持境界，威仪具足，建立正法，从佛所闻解其文义，转为他人分别宣说，所谓少欲是道，多欲非道，广说如是八大人觉，有犯罪者，教令发怒，忏悔灭除。善知菩萨方便所行秘密之法，是名凡夫，非第八人。第八人者，不名凡夫，名为菩萨，不名为佛。第二人者，名须陀洹、斯陀含。人若得正法，
受持正法，从佛闻法，如其所闻，闻以书写，受持读诵，转为他说。若闻法已，不写不受，不持不说，而言奴婢不敬之物，佛听续者，无有是处，是名第二人。如是之人，未得第二、第三住处，名为菩萨，以得受记。第三人者，名阿那含。阿那含者，诽谤正法，若言听续，奴婢仆使不敬之物，受持外道典籍书论，即为客尘烦恼所障。诸旧烦恼之所覆盖，若藏如来真实舍利，即为外病之所恼害，或为四大毒蛇所侵。论说我者，悉无是处；若说无我，思有是处。说着是法，无有是处；若说大乘相续不绝，思有是处。若所受身有八万护虫，亦无是处。永离淫欲，乃至梦中不失不净，思有是处。临终之日生不畏者，亦无是处。阿那含者，为何畏也？世人不还，如上所说，所有过患永不能污，往返周旋，名为菩萨，以得受记。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则名为第三人也。第四人者，名阿罗汉。阿罗汉者，断诸烦恼，舍于重担，待得己力所作已办，住第十地得自在智，随人所乐，种种色相悉能示现，如所庄严，欲成佛道，即能得成。能成如是无量功德，名阿罗汉。是名四人出现于世，能多利益怜悯世间，为世间一安乐人天，于人天中最尊最圣，犹如如来，名人中圣，为归一处。迦舍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不依是四种人，何以故？如瞿师罗经中，佛为瞿师罗说：若天魔犯，未遇破坏，变为佛相，具足庄严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圆光一巡，面部圆满，犹越圣明，眉间豪相，白于科学，如是庄严。来相如者，汝当简教，定其虚实，既觉之矣，应当降服。世尊，魔等尚能变作佛身，况当不能作罗汉等四种之身？坐卧空中，左胁出水，右胁出火，身出烟焰，犹如火炬，以是因缘，我于世中心不生信，或有所说不能禀受，亦无净念而作依止。佛言：善男子，于我所说若生疑者，尚不应受，况如是等？是故应当善分别之，是善不善，可作不可作，如是作矣，常夜受乐。善男子，譬如偷狗，夜入人舍，其家必使若觉知者，
皆因驱骂，如疾出去，若不出者，当断汝命。偷狗闻之，即去不还。汝等从今亦应如是。降伏波旬，应作誓言。波旬，如今不应作如是相。若故作者，当以五系系缚于汝。摩闻是已，便当还去。如彼偷狗，更不复还。迦摄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为瞿师罗长者说，若能如是降伏魔者，亦可得尽于大涅槃。如来何必说是四人为皈依处？如是四人所可言说，未必可信。佛告迦摄：善男子，如我所说，亦复如是，非为不耳。善男子，我未生闻有肉眼者说言降魔，不为修学大乘人说。生闻之人虽有天眼，故名肉眼。学大乘者虽有肉眼，乃名佛眼。何以故？是大乘经名为佛乘，而此佛乘最上最胜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勇健威猛，有怯弱者常来依附，其勇健人常叫怯者，汝当如是持恭持戒，修学硕道，敞钩圈锁。又复告言：夫斗战者虽如履刃，不应生于不畏之相。当世人天生轻弱相，应自生心作勇健相。或时有人素无胆勇，诈作健相，直持弓刀，种种器仗以自庄严，来至阵中唱呼大唤。汝于世人亦复不应生于幽部。如是被人若见汝时不怖畏者，当知世人不久丧患，如彼偷狗。善男子，如来一耳告诸声闻，汝等不应畏魔波旬。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，汝当精勤坚固其心，降服于魔。时魔即当愁忧不乐，复道而去。善男子，如彼见人不从他喜，学大乘者亦复如是。得闻种种深密经典，其心心乐，不生惊怖。何以故？如是修学大乘之人，已曾供养恭敬礼拜过去无量万亿佛故，虽有无量亿千魔众欲来侵扰，于世事中终不惊畏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阿杰陀药，不畏一切毒蛇等味，是药力故，亦能消除一切毒等。是大乘经亦复如是。如彼药力不畏一切诸魔毒等，亦能降伏，令更不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龙性甚度鳖，欲害人时，或以掩饰，或以气虚，是故一切狮子、虎豹、豺狼、狗犬皆生怖畏。是等恶兽
或闻声渐行，或触其身，无不丧命。有善咒者，以咒力故，能令如是诸恶毒龙、金翅鸟等、恶象、狮子、虎豹、豺狼皆悉调善，任为欲成。如是等兽见彼善咒，即便调伏。声闻缘觉亦复如是，见魔波旬皆生恐怖，而魔波旬亦复不生畏惧之心，游行魔业。学大成者亦复如是，见诸声闻不畏魔事，于此大成不生信乐。先以方便降服诸魔，悉令调善，堪任为成。因为广说种种妙法声闻，缘觉见调魔已，不生不畏，于此大乘无上正法方生信乐。作如是言：我等从今不应于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碍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声闻缘觉于诸烦恼而生不畏，学大乘者都无恐惧，修学大乘有如是力，以是因缘。先所说者，为欲令彼声闻缘觉调伏诸魔，非为大乘，是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不可消伏，甚其甚特。若有闻者，闻以信受，能信如来是常住法，如是之人甚为稀有，如幽昙花。我涅槃后，若有得闻如是大乘微妙经典，生信静心，当知是等于未来世百千亿劫不堕恶道。尔时佛告迦摄菩萨：善男子，我波涅槃后，当有百千无量众生诽谤不信，是大涅槃微妙经典。迦摄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众生于佛灭后，久尽便当诽谤是经。世尊，复有何等纯善众生，当能拔济释谤法者？佛告迦舍：善男子，我波涅槃后40年中，于阎浮提广行留步，然后乃当隐没于地。善男子，譬如甘蔗、稻米、石蜜、乳酥、醍醐，随有之处，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。或复有人纯食粟米，即以败子，世人亦言我所食者最为第一，是薄福人受业报故。若是福人而出不闻粟败之名，所食为食精粮、甘蔗、石蜜、醍醐，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。顿根薄福不乐听闻，如彼薄福增悟精粮及石蜜等，二乘之人亦复如是。增悟无上大涅槃经，或有众生其心甘乐听受是经，闻以欢喜，不生诽谤。如彼福人食于稻粮，善男子，譬如有王居在山中险难恶处，虽有甘蔗、精粮、食蜜，以其难得，贪惜积聚，不敢啖食，聚其有尽，为食粟败。
有一国王闻之怜笑，即一车载精粮甘蔗而送与之。齐王得以即便分赃，举国共食，民既食矣，皆生欢喜，咸作誓言：因彼王故，令我得是稀有之食。善男子，是四种人亦复如是，唯此无上大法之将，是四种中或有一人见于他方无量菩萨，虽学如是大乘经典，若自书写，若令他书，为利养故，为称誉故，为疗法故，为医治故，为用博弈其余经故，不能广为他人宣说。是故持是微妙经典，送至彼方与彼菩萨，令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安住菩提，是菩萨得是经已。即便广为他人演说，令无量众生得受如是大乘法位，皆悉是此以菩萨力。所谓闻经，悉令得闻，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稀有食。有善男子，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留不处，当知其地即是金刚，世中诸人亦如金刚。若有能听如是经者，即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随其所愿悉得成就。如我今日所可宣说，汝等比丘应善受持。若有众生不能听闻如是经典，当知世人甚可怜悯，何以故？世人不能受持如是大乘经典，甚深义故。迦舍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灭后四十年中，是大乘典《大涅槃经》于阎浮提广行流布，过世以后莫于地者，却后久尽复当还出。佛言：善男子，若我正法于八十年前四十年，是经复当于阎浮提与大法语。迦舍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经典正法灭时，正戒毁时，非法增长时，无如法众生时，谁能听受奉持读诵，令其通力供养恭敬，书写解说，唯愿如来怜悯众生，分别广说，令诸菩萨闻以受持，持以即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佛赞迦舍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今善能问如是意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于悉林河沙等诸佛所发菩提心，乃能于世恶世受持如是经典，不生诽谤。善男子，若有能于一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，爱乐是典，不能为人分别广说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于二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，正解信乐，受持读诵，亦不能
为他人广说。若有众生于三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世法，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虽为他说，未解深意。若有众生于四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世法，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为他广说十六分钟一分之意，虽复演说亦不具足。若有众生于五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世法，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广为人说十六分钟八分之意。若有于六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世法，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为他广说十六分钟十二分意。若有众生于七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世法，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为他广说十六分钟十四分意。若有众生于八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，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世法，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以劝他人令得书写，自能听受，复劝他人令得听受，读诵通力，拥护坚持，怜悯世间诸众生故，供养世经，亦劝他人令其供养，恭敬尊重，读诵礼拜，亦复如是，具足能解，尽其意味。所谓如来常住不变，毕竟安乐。广说众生悉有佛性，善知如来所有法藏，供养如是诸佛等已，建立如是无上正法，受持拥护。若有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当知是人未来之事，必能建立如是正法，受持拥护。是故如今不应不知未来世中护法之人，何以故？事发心者于未来世必能护持无上正法。善男子，有恶比丘闻我涅槃，不生忧愁，今日如来入波涅槃，何其快哉！如来在世遮我等力，今入涅槃，谁复当有遮夺我者？若无遮夺，我则还得如本力养。如来在世尽戒严峻，今入涅槃，悉当放舍。所受袈裟本为法事，今当废坏如木头般。如是等人诽谤俱逆，是大乘经。善男子，如今应当如是一持，若有众生成就具足无量功德，乃能信是大乘经典，信义受持。其余众生有乐法者，若能广为解说此经，其人闻已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所作恶业，皆悉除灭。若有不信是经典者，现身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，多为众人所见骂辱，命中之后人所轻贱，颜貌丑陋，滋生艰难，常不公足，虽富少得，粗色蔽恶，
生生长处贫穷下贱，诽谤正法邪见之家，若临终时祸殖慌乱，刀兵尽起，帝王暴虐，怨家仇隙之所亲逼，虽有善友而不遭遇，滋生所需求不能得，虽少得利常患饥渴，唯唯凡下之所固时，国王大臣悉不耻辱，设父闻其有所宣说，正是势力终不信守。如是之人不至善处，如折翼鸟不能飞行，是人一耳。于未来世不能得至人天善处，若复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经典，本所受行虽复粗陋，已经功德即便端正，威严色力日更增多，常为人天之所乐见，恭敬爱恋，情无舍离。国王大臣及家亲属闻其所说，悉皆敬信。若我生闻弟子之中欲行第一稀有事者，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乘经典。善男子，譬如雾露，事虽欲著，不过日出，日既出矣，消灭无余。善男子，是诸众生所有恶业亦复如是，主事势力不过得见大涅槃日，是日既出，悉能除灭一切恶业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出家剃发，虽服袈裟，故未得受沙弥十戒，或有长者来请众僧，未受戒者即与大众聚共受请，虽未受戒已堕僧数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发心始学是大乘典大涅槃经，书持读诵亦复如是，虽未具足未接实地，则已堕于十住数中。或有众生是佛弟子，或非弟子，若因贪布，或因利养，听受是经，乃至一记闻已不报，当知是人则为已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我说四人为世间一。善男子，如是四人若以佛说言非佛说，无有是处。是故我说如是四人为世间一。善男子，汝应供养如是四人。世尊，我当云何识之是人而为供养？佛告迦舍，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如是之人，应从其请，当舍身命而供养之。如我于是大乘经说，有知法者若老若少，故应供养恭敬礼拜，犹如是火婆罗门等。有知法者若老若少，故应供养恭敬礼拜，亦如诸天奉侍地势。迦舍菩萨白佛言，世尊，如佛所说供养师长，正应如是。今有所疑，唯愿广说。若有长素护持禁戒，从年少边资受未闻，云何世人当礼敬否？若当礼敬，是则不名为持戒也。若是年少
护持境界，从诸宿旧破戒人边资受未闻，复应礼佛。若出家人从在家人资受未闻，复当礼佛。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人也，然佛法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其旧长宿，以示长宿先受具戒，成就威仪，是故应当供养恭敬。如佛言曰：其破戒者，是佛法中所不容受，犹如良田多有蹄败。又如佛说，有知法者若老若少，故应供养，如是地势。如是二句，其意云何？将非如来虚妄说也。如佛言曰：持戒比丘亦有所犯，何故如来而作是说？世尊亦于余经中说，听至破戒，如是所说，其意未了。佛告迦舍：善男子，我为未来诸菩萨等学大乘者说如是偈，不为声闻弟子说也。善男子，如我先说，正法灭义毁正戒时，增长破戒非法圣时，一切圣人眼不现时，受续奴婢不敬物时，是四人中当有一人出现于世，剃除须发出家修道，见诸比丘个个受续奴婢仆使不敬之物，敬与不敬一切不知，是律非律亦复不实，是人为欲调伏如是诸比丘故，与共和光不同其尘，自所行处及佛行处善能别之，虽见诸人反波罗夷，默然不举，何以故？我出于世为欲建立护持正法，是故默然而不举处。善男子，如是之人为护法故，虽有所犯，不明破戒。善男子，如有国王欲病崩亡，储君至小未任少计，有旃陀罗丰饶财宝，巨富无量，多有眷属，自以强力四国虚弱，篡居王位，智化未久，国人居士婆罗门等亡叛逃走，远投他国，虽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见世王，或有长者婆罗门等不离本土，譬如诸树，随其生处即是终死，旃陀罗王知其国人逃叛者众，寻即还遣主旃陀罗守罗诸道，复于七日，击鼓唱令诸婆罗门，有能为我做灌顶师者，当以棒国而为爵赏。诸婆罗门闻是于意，悉无来者各作誓言：何处当有婆罗门种做如是事？旃陀罗王复作誓言：婆罗门中若无一人为我师者，我要当令诸婆罗门与旃陀罗共住食宿，同其事业，若有能来灌我顶者，半国之风，此言不虚。咒术所至，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药，亦当共分而服食之。二时有一婆罗门子年在弱冠，
修治进行，长发为相，善知咒术。王至王所白言：大王，王所赤事，我悉能为。尔时大王心生欢喜，受此童子做灌顶师。诸婆罗门闻是事已，皆生称讳择此童子。汝婆罗门，云何乃作旃陀罗师？尔时齐王即分半国与是童子，因共治国，经历多时。尔时童子欲齐王言：我舍家法来做皇师，然教大王威逆咒术，而今大王犹不见亲。时王答言：我今云何不亲汝耶？童子答言：先王所有不死之药，犹未共食。王言：善哉善哉，大师，我实不知。师若虚者，唯愿持去。是时童子闻王语已，即取归家，请诸大臣而共食之。诸臣食已，即共白王。快哉大师，有是甘露不死之药。王既知矣，与其师言：云何大师独与诸臣服食甘露而不见分？尔时童子更以其余杂毒之药与王另服。王既服矣，须臾药发，闷乱蔽地，无所觉知，犹如死人。尔时童子立本储君，还以为王，作如是言。狮子欲作，法不应令旃陀罗生。我从西来，未曾闻见旃陀罗种而为王也。若旃陀罗治国理民，无有是处，汝今应还少祭先王，正法治国。尔时童子经理事已，复以解药与旃陀罗，令其醒悟。既醒悟矣，驱令出国。是时童子虽为世事，犹故不识婆罗门法。其余居士、婆罗门等闻其所作，叹未曾有，赞言：善哉善哉，仁者善能，驱遣旃陀罗王。善男子，我涅槃后护持正法，诸菩萨等亦复如是，以方便利，于彼破戒，假名受续，一切不净物僧同其事业。尔时菩萨若见有人虽多犯戒，能智毁尽诸恶比丘，即往其所恭敬礼拜，四世供养，经书食物悉以奉上。如其自无，要当方便从诸坛乐求觅而语。为是事故，应许八种不净之物。何以故？世人为治诸恶比丘，如彼童子取旃陀罗。尔时菩萨虽复恭敬礼拜世人，受续八种不净之物，悉无有罪。何以故？已是菩萨为欲并治诸恶比丘，令清净僧得安稳住，留布方等大乘经典，利益一切诸天人故。善男子，已是因缘，我于经中说是二偈，令诸菩萨皆共赞叹护法之人。如彼居士、婆罗门等称赞童子：善哉善哉，护法菩萨
正应如是。若有人见护法之人与破戒者同其事也，说有罪者，当知是人自受其殃，是护法者实无有罪。善男子，若有比丘犯禁戒已，骄慢心故，复藏不悔，当知是人明真破戒。菩萨摩诃萨为护法故，虽有所犯，不明破戒，何以故？以无骄慢，发怒悔故。善男子，是故我于经中复想，说如是己。有知法者，若多若少，故应供养，恭敬礼拜，犹如是火、婆罗门等。如第二天，奉是第十，已是因缘。我亦不为学声闻人，但为菩萨而说是己。迦摄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等菩萨摩诃萨，于戒即缓，本所受戒，为具在否？佛言：善男子，汝今不应作如是说，何以故？本所受戒，如本不实，设有所犯，即应忏悔，悔以清净。善男子，如故低堂，穿绝有孔，水则淋漏，何以故？无人治故。若有人治，水则不出，菩萨一耳，虽与破戒共作菩萨，受戒自自同其僧事，所有戒律不如低堂穿绝淋漏，何以故？若无清净持戒之人，僧则损减，慢缓懈怠，日有增长；若有清净持戒之人，即能具足，不失本戒。善男子，于成还者乃名为还，于戒还者不名为还。菩萨摩诃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满，是名本戒。为护正法，以大乘水而自藻浴，是故菩萨虽现破戒，不名为还。迦摄菩萨白佛言：众僧之中有四种人，如安罗果生熟难知，破戒持戒云何可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因大涅槃微妙经典则亦可知。云何？因是大涅槃经可得知也。譬如田夫、众道骨等，云除败友，以肉眼观，名为净田，至其诚实，草骨各异，如是八识能污染僧，若能除却，以肉眼观，则知清净。若有持戒、破戒，不作恶事，以肉眼观，难可分别。若恶张露，则亦可知。如彼败友，亦可分别。僧中一耳，若能远离于八不净、毒蛇之法，是名清净胜众福田，应为人天之所供养。清净果报，非是肉眼所能分别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如迦罗迦林，其树众多，于是林中唯有一树名枕头迦，是迦罗迦树，枕头迦树，二果相似，不可分别。其果熟时，有一女人悉皆拾取，枕头迦果才有一分，迦罗迦果乃有十分，侍女不识，积来意识而炫卖之。凡与小儿腹部别故，
买迦罗迦果，但以命中。有智人辈，闻是事矣，即问女人，子于何处持是果来？是时，女人即是方所，诸人即言。如是方所，多有无量迦罗迦树，唯有一根正头迦树，诸人知矣，笑而舍去。善男子，大众之中，八不净法亦复如是。于是众中，多有受用如是八法，唯有一人清净持戒，不受如是八不净法，而知诸人受续非法，然与同事不相舍离。如毗邻中，以正头迦树，有优婆塞，见识诸人多有非法，并不恭敬供养世人。若欲供养，应先问言：大德，如是八事，应受续否？佛所听否？若言佛听，如是之人，得供悉萨。结摩，自自否？是优婆塞如是问已，众皆答言：如是八事，如来怜悯，皆悉听许。优婆塞言：其还精舍有诸比丘，或言金银佛所听许，或言不听，有言听者，是不听者，不与共住。说戒自自，乃至不共一河饮水，利养之物悉不共之。汝等云何言佛听许？佛天中天，虽复受之，汝等众僧亦不应许。若有受者，乃至不应与共说解，自自，结摩，同其僧事。若共说解，自自，结摩，同僧事者，命中即当堕于地狱。如彼诸人食迦罗果已，而变命中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城市有卖药人，有妙甘药出于雪山，亦复多卖其余杂药，味甘相似。时有诸人衔接欲买，然不识别，至卖药所问言：如有雪山药否？其卖药人即答言：有。世人切诈，以余杂药欲买者言：此是雪山甘妙好药。使买药者以肉眼故，不能善别，即买持去，复作摄念：我今已得雪山甘药。迦舍，若声闻僧中有假名僧，有真实僧，有和合僧，若持戒破戒，于是众中等应供养恭敬礼拜。是优婆塞，以肉眼故不能分别。欲如彼人不能分别雪山甘药，谁是持戒？谁是破戒？谁是真僧？谁是假僧？有天眼者，乃能分别。迦舍，若优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，不应解施礼拜供养。若知是人受续八法，亦复不应解施所需礼拜供养。若于僧中有破戒者，不应以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。迦舍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善哉善哉，如来所说真实不虚，我当顶受。譬如金刚珍宝异物，如佛所说，是诸比丘当依四法。何等为四？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时，依了义经
不依不了易经，如是四法应当正直，非四众人。佛言：善男子，依法者即是如来大波涅盘，一切佛法即是法性，是法性者即是如来。是故如来常住不变，若复有言如来无常，世人不知不见法性。若不知见是法性者，不应依止。如上所说，四人初始护持法者，应当正知而为依止。何以故？世人善解如来微密深奥藏故，能知如来常住不变。若言如来无常变异，无有是处，如是四人即名如来。何以故？世人能解如来密语，即能说故。若有人能了知如来甚深密藏，即知如来常住不变。如是之人若为地养，说言如来是无常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之人尚可依止，何况不依是四人也。依法者即是法性，不依人者即是声闻。法性者即是如来，声闻者即是有为，如来者即是常住，有为者即是无常。善男子，若人破戒为利养故，说言如来无常变异，如是之人所不应依。善男子，是名定义。依义不依于者，义者名曰绝了，绝了义者名不累列，不累列者名曰满足，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。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，法常义者即是僧常，是名依义不依于也。何等语言所不应依？所谓诸论起是文辞，如佛所说无量诸经，贪求无厌，多兼于禅，乍现亲腹，现象求利，经理白衣为其旨意，又复畅言。佛听比丘叙诸奴婢不净之物，金银珍宝，谷米仓库，牛羊象马，贩卖求利，于饥馑是怜悯子故。听诸比丘处住陈宿，守自坐食，不受而啖，如是等语所不应依。依至不依食者，所言至者即是如来。若有声闻不能善知如来功德，如是知时不应依止。若知如来即是法身，如是真智所应依止。若见如来方便之身，言是因界诸入所摄，时所长养，亦不应依。是故知时不可依止。若复有人作事说者，及其经书亦不应依。依了易经，不依不了易经。不了易经者，为声闻成，闻佛如来身密藏处悉生疑怪，不知是藏出大智海，犹如婴儿无所别知，是则名为不了义也。了义者名为菩萨，真实智慧随于自心，无碍大智，犹如大人无所不知，是名了义。有声闻成名不了义，无上大成乃名了义。若言如来无常变异，名不了义。若言如来
常住不变，市民两意。声闻所说，应正知者，名不了意。菩萨所说，应正知者，名为了意。若言如来，实所长养，是不了意。若言常住不变意者，是名了意。若言如来入于涅盘，如心尽火灭，名不了意。若言如来入法性者，是名了意。声闻成法，则不应依，何以故？如来为欲度众生故，以方便地说声闻成，犹如长者教子伴子。善男子，声闻成者，犹如初耕未得果实，如是名为不了意也。是故不应依声闻成，大乘之法则应依止，何以故？如来为欲度众生故，以方便地说于大乘，是故应依，是名了意。如是四依，应当正之。复次，依义者，义名至直，至直者名曰光明，光明者名不雷烈，不雷烈者名曰如来，有光明者名为智慧，智直者名为常住，如来常者名为依法，法者名常，一名无边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执持，不可系缚，而亦可见。若有说言不可见者，如是之人所不应依。是故依法不依于人。若有人以微妙之语宣说无常，如是之言所不应依。是故依义不依于语。依智者，众生是常，无为不变，不续八种不净之物。是故依智，不依于实。若有说言，实作实受，无合合僧，何以故？夫合合者，名无所有；无所有者，云何言常？是故，此时不可依止。依了义者，了义者名为知足，终不乍现威仪清白，骄慢自高，贪求利养，亦于如来随仪方便所说法中不生执着，是名了义。若有能住如是等中，当知是人则为以得住第一义。是故名为依了义经，不依不了义经。不了义者，如经中说，一切稍然，一切无常，一切皆苦，一切皆空，一切无我，是名不了义。何以故？以不能了如是义故，令诸众生堕阿鼻狱，所以者何？以取着故，于义不了。一切烧者，为如来说涅盘亦烧；一切无常者，涅盘亦无常，苦空无我亦复如是。是故名为不了义经，不应依止。善男子，若有人言如来怜悯一切众生，善知时宜，以知时故，说轻为重，说重为轻。如来观之所有弟子，有诸坛乐供给所需，令无所乏，如是之人，佛则不听受续奴婢、金银财宝、贩卖事役、不净物等。若诸弟子
我要弹乐供给所需，时事机谨，饮食难得，为欲建立护持正法，我听弟子受训奴婢，经营车胜，田宅谷米，贸易所需，虽听受续如是等无，要当敬师，笃信谈乐，如是四法所应依止。若有戒律、阿毗昙、修多罗，不为是四，亦应依止。若有说言，有时非时，有能护法，不能护法，如来悉听一切比丘受续，如是不净悟者，如是之言不应依止。若有戒律、阿毗昙、修多罗中有同事说，如是三分亦不应依。我为肉眼诸众生等说是四一，终不为与有慧眼者，是故我今说是四一。法者即是法性，义者即是如来常住不变，智者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了义者了达一切大乘经典。